哎，老婆，早上好啊！你叫我啥了？叫老婆呀。还快二百啊！哎，好。你刚才喊老板了吗？喊老婆呀，马经理啊？没事吗？没事，就罚款二百。啊，我也去试试。好。老婆，早上好呀，忙着呢。你叫我啥了？老婆呀。罚款二百啊。包我点儿。啊！不是马经理，没啥事儿是不是啊？那没事干了吧你啊？不是，什么情况？报警不见还一样。哎，下一位，哎，领导好。做一下自我介绍吧。啊，那个我姓老，单名一个公字，他们叫我老公。不是你这什么名啊？你这是啊？不录取，出去吧。哎，不是你招聘是我招聘呢？那什么？我们现在公司需要一个会英语的，你会吗？我会，我英语10级。是吗？对，你说两句来介绍一下。那个my name is 老公，那个土豆哪里去吧，一万元买的。 Thank you and you how do you do。 你别什么乱七八糟的啊，不录取出去吧，有录取。就他了啊。不是老板，你这也行，他不行啊。就冲他这不要脸的劲儿哈，给咱们家干销售肯定行。那老板，我什么时候上班啊？明天八点啊。哎，好嘞，老板，明天见。然后咱们这个月，老板，我合同到期了，我要出去看看。你看什么看呢？我合同都给你准备好，就差你按手印。我赔。不是我的事，你飘了是不是？你给我赶紧摁了他。我按什么摁？我来公司5年了，一个月工资600，我也就不说什么了。我连找女朋友的时间都没有，我就本，我要走了。经理，给我去拿印泥。哎，好，那回来吧。还拿什么印泥？印泥早就被我藏起来了，还印泥。啊！你们不是你干什么？郭经理，干什么？哎，我一会儿。不是，郭经理，你别叫。不是。哎，老板。那个忙着呢，那个你喝水。没看我俩正忙着呢，不喝。你不喝你就是我女朋友。你喝了你就是我老婆。你吐了你就是孩子他妈。啊，有人。你别笑了。哎哎哎，你是我的宝贝。老板早上好啊。来来，我动手，你给我进来。哎，给干嘛？哎呀呀，老板你揪耳朵干嘛呀？疼。你是不是想我了？老板，你这种夸人的方式还挺特别的哈。我不是在跟你开玩笑。干嘛呀？咋了？你昨天晚上干嘛去了？昨晚上不是你让我给李总唱歌去了吗？你跟李总去唱歌，你找我报销8888呀？这，你俩昨天小费给了多少？小费给了1000。来，你坐。干嘛呀？王总，你看我，是这样跳的吗？啊，啥意思啊，老板？给我小费，昨天你怎么花出去，我今天怎么给你挣回来？不是，老板，你也没有人家跳的好呀。再说了，人家也不像你穿的那么暖和。啊，有人，人家跳的好。